大哥你好，你是德古哈？我们是大哥，大哥在绿岛。好认真，那个贵姓？邓，邓曼努，邓丽君的邓，叫什么？邓什么？你的国语名字介绍一下。邓荣茂，光荣的荣。对，茂盛的茂。茂盛的茂。还有陶志邦是茂。那那个德鲁古的名字叫什么？很多啊。一毛阿很熟，德鲁古啦。五毛。五毛一嘛。五毛大道。五毛大道。对。哦，那爸爸叫大道一嘛。大道北当。那就爸爸叫北当一嘛。对，你的爸爸叫北。爸爸的爸爸。北当一嘛。大道北当。对，爸爸叫北当一嘛。你的阿祖。那我不知道。哦，有的可以念到十几代。他们是的，那老公。好，那个你说结婚哈，结婚怎么讲？结公。结公哈，哎，怀孕。怀孕，妊娠，妊娠。那个。他们生孩子怎么讲？哦，几大个？哦，很多孩子。那了那个数，我那了那个要可能你这个厉害哦。孝顺怎么讲？完了，孝顺。德鲁古话怎么讲？就是小孩子很好，很有礼貌。就是。有没有类似的字孝顺？忘开了，妈的逼的。哦。听老人家的，不听老人吃亏在眼前的。哦。那个。慢走。一，那个你德鲁古的年怎么讲？一年两年，年呐、啊。过年那个年怎么讲？高塔高瓦斯。啊？这样高塔高瓦。一年怎么讲？一年。今年，啊，今年是日语了。德鲁古有年吧？一年两年那个年呢、啊？好，那不管高兴怎么讲？巴拉苏，高兴。有爱心怎么讲？人很好怎么讲？马拉斯杰克内。是这样，是这样。人不好。那个是这样呢。那个陈长旭就是人不好啊。你看也没有送泡面，拿水过来帮忙。像那个桃园有没有？桃园他们那个他们的里民办公室哈，晚上会打开登记给在路上没有地方睡的人睡觉，登记就好了，可以洗澡，可以喝热水。有给你地垫在里面睡觉，白天是文件站嘛？对。你看我睡多功能，他还赶我。好，这天跳过后，很冷，怎么讲？很冷，很冷。贵哇！有没有很冷？这几天有没有很冷？有哇！那你看我睡外面有没有辛苦？他还要赶我呢，还不准我睡这边。那个我们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厕所灯，厕所的灯他都给他切断了。好，那个大便怎么讲？大便。马虎的狼啊，马虎的狼的时候，他们是看，他说要去看家家，他去大便呐、啊，哎。小便呢？陈母。陈母，那个，肚子痛。那我不说啊。哦，那个。你放屁哦？不是不是，我是拉裤子。那个放，对对对，放放屁怎么讲？很多不会讲放屁呢，很多不会讲这个字呢，放屁。他们说好几个人，等一下放屁怎么讲？不，那个对，很多德鲁古不会讲这个字。好几个了，有时候都讲都讲，你会讲的都讲。哦，你刚别把我巴顿。巴顿。巴顿。巴顿，青蛙王子。那怎么会讲巴顿？放屁呢？德鲁古话放屁怎么讲？你妈的，好几呢。来了好几个母女啊，不一样啊！哦，受不了就挤空气了，裤大背裤子还受不了啊，大背裤子啊！不是大裤子，是放屁。屁股怎么讲？啊，屁股。不一样。苏来跟不一样什么不一样？啊，苏来跟不一样什么不一样？一样，不一样。哦，很臭怎么讲？哎，跟我话啊。哦。哎，跟我，你冇呀？那个呕吐。有的呕吐是啊，你怀孕了，不是那个没有是，你怀孕很臭，臭到想呕吐怎么讲？吐了那会吐啊，木打了，木打，那个危险了，
是喝酒呕吐。对对对对，那个木杠的人。那如果太臭了吐出来，像有的尸体很臭嘛，你闻到就想吐啊。对呀。很臭。哎，木瓜。对，那个叫木杠。木杠。哦。有的时候喝酒醉，那个喝太久就吐了。嗯。这个我不认识的方小玲在网络上留言了、啊，这是警察张副所长送的泡面了、啊。他说泡面是村长送给辛苦的警员吃的，而不是让你去派出所那里骗吃、骗喝、骗水电用的。这样，请自爱，也请你不要把派出所门口走廊当作你家在使用，造成。原警员的不便，谢谢。哦，这个是在那个脸书留言啊、哦，一样在同样的页面留言啊、哦，底下又说活动中心是开放的，给你方便，但请你不要随便。重点来了、哦，因为你霸占活动中心司令台当自家在用，再来又诽谤说脏乱不堪。诽谤说脏乱不堪，又在诽谤，加重诽谤说，村庄的小朋友看到你，感到害怕而不敢至活动中心打球，请你自律。然后吴大师比比周喜芳琪在底下留言啊、哦，再有诽谤必定提告。那这个方小玲回答欢迎。后来他好像又把那个欢迎删掉，第四次留言，哪个字言有诽谤到你，请多指教。哦，还非常轻蔑的挑衅的讲新年快乐。这边是吴大师比比到那个花莲市中正派出所报案了、哦。这边是报案事由，那个方喜报案，然后在脸书方小玲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报案单哦，在中正派出所报案哦，然后这边是报案的事由，那个方小玲在万荣乡西林村七嘴八舌那个八卦的那个社团上面哦，公然妨害名誉，诽谤。公然侮辱哦，因为他讲欢迎提告，所以不得已，吴大师比比是不得已哦才提告。现在是2月2号早上快10点哈、哦，这个是没有门把的烂厕所，西林村的多功能烂厕所哈、哦。好，那你看这边还是有那个爆竹，哦，还有 BB 弹。烟头哦，就是说村长应该要来打扫、哦、村干事哦，花多少钱做多少事哈、哦，猜猜看，那个过年前就是这个样子，现在是这个样子哈、哦。然后你看这个，没有装铝门窗哈，没办法通风，也没有装。百叶窗或者那个铝门窗哈、哦，用木板便宜形式，照明灯全部关闭，然后这边是会漏水，都没有修缮哈、哦，这里要下大雨台风天，这边会漏水，看这边是水的痕迹哈、哦，它是云龟台风我这边拍的哦，这个叫什么？陈长旭完全都没有处理哦，然后这个很烂的洗手台。也没有加装那个镜子，在镜子上破掉。好，再看一次，已经来了快10天了，这厕所一样是锁起来的，锁起来的、哦。昨天乡公所回我说什么叫使用者付费哈、哦，女厕锁起来，还有里面是残障间哈、哦，这电源都坏掉了。然后这个变电箱设在这边会下雨流水的地方，我就说会导电，哪一天会电死人啊？这里会导电流到这里。你看这个厕所这边很危险，它这边都积水哈、哦。这间也荒废，是不是荒废了？都没有在整建。
啊、哦，看一下。